我是大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人人班的江小仙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贝贝爱唱歌，跳跳小白兔，跳跳大家先生，大家先生会跳吗？原来是小白兔，游啊游啊，小猫咪会游泳吗？原来是小鱼儿，跳跳小白兔，游啊游啊，小鱼儿飞啊飞啊，小骆驼会飞吗？原来是小蝴蝶，跳跳小白兔，游啊游啊，小鱼儿飞啊飞啊，小蝴蝶游来游去是羊妹妹。有吗？原来是小熊，跳跳小白兔，游啊游啊，小鱼儿飞啊飞啊，小蝴蝶游来游去是小熊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好，拜拜，小。